是的，没错，听到这音乐就知道我要来 diss 人了。今天来 diss 一位大妈，话不多说，先放主页。不是音效怎么惹您了？您就要黑音效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她的视频。不是这些大佬怎么惹你了？你玩都没玩过，结果就跑到我来了，还骂咧咧，小狐狸和青蛙。万一那些大佬来骂你了，我可以保证，你不出一个月就被封号，而且你现在年龄还年轻吧？为什么不能允许？现在我要骂人了，这是我第一次 diss， 也希望是最后一次 diss。再见了，再见。